同学，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看七觉知，七觉知的第二条，则法觉知。这个地方注解说，观诸法时，善能觉了，鉴别真伪，不谬取虚伪法故。那么这个里面含的意思非常非常之广，不但是我们修行的方法啊，七觉知当是主要是讲修行的方法，但是说到修行呢，那就涵盖了整个的全面了，绝不是局部的，包括我们日常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在这个里面，把我们一切错误修正过来，这叫修行。哪些是错误的法，哪些是正确的法？要有能力辨别，所以善能觉了。这个善里面包括智慧，你没有智慧，你就没有判断力。你没有方便，你就不懂得怎样去鉴别。所以一定要有智慧，有善巧方便。那我们是凡夫，我们没有智慧，智慧没有开，我们怎样去判别事出世间一切法的真妄邪正是非？因此必须要学。中国学这个字跟觉的意思通，学就是觉悟好学就是喜欢觉了，欢喜觉悟明了，他才会好学。不好学呢，就把这桩事情疏忽了。那我们今天所用的标准，就是圣贤教导我们的标准。我们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来选择。那么佛教给我们的标准，实在讲就是你一入门就教给你我们一入佛门第一个接受的仪规是三规三规就把标准教给我们，觉正净。你看看六祖慧能大师在《坛经》里面传授三规，他不是说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他不是这样念法，他教人念的是皈依觉、皈依正、皈依净。你们去看《坛经》。然后告诉我们，佛者觉也，法者正也，僧者净也。因为讲佛法僧，我们往往误会了，着了相了。说到皈依佛，马上就想到佛像。
啊，说到皈依法呢，就想到佛经，啊，说到皈依僧，就想到出家人。啊，着相啊，错了。啊，所以说愿解如来真实义呀。啊，那个佛法僧的真实义是觉正净啊，觉而不迷是佛，正而不邪是法，净而不染是僧。啊，是叫我们皈依觉正净。啊，不是皈依泥塑木雕的佛像，也不是皈依经本，啊，更不是皈依出家人。这个我们得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坛经好啊，这纯粹是中国人的东西啊。啊，把佛法的精髓统统消化了，啊，为我们说出来。啊，里面所说的不仅仅是禅，啊，包括所有的佛法，啊，大乘、小乘、显教、密教，啊，宗门教下，无所不包啊。他讲的是总纲领、总原则，这个我们要懂啊。所以我们的抉择标准就是觉正经，啊，觉正经这是总纲领、总前提。与觉正经相违背的就不是佛法了。啊，那么什么叫觉？什么叫正？什么叫净？这个《大小乘经论》里面讲的就太多了。我们读经研教，无非是把这三个字里头的经义搞清楚、搞明白，如此而已。啊，这个道理要懂。啊，那么落实，啊，落实到最初方便，在《楞严经》里面讲啊，啊，最初方便，我从哪里入门呢？十善业道经。啊，《无量寿经》里面佛教给我们善护三业，啊，这从这里开始。啊，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啊，就是口的四善业。善护身业，不犯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在《无量寿经》呢，只说出这个三句纲领。这三句呢，就是这一部十善业道经。啊，我们一定要念兹在兹，啊，一定要真正理解十善的精神，啊，十善真正意思是什么？十善要做圆满了，就成了究竟的佛果。啊，所以我们常常看到佛像，啊，画的佛像非常明显。一般画的佛像啊，圆光上面呢都有嗡阿吽三个字。啊，嗡阿吽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无量寿经》上的善护三业，啊，嗡是善护身业，啊，它是身口业；阿是善护口业；哄是善护意业。啊，所以十善圆满呢，就是圆满的佛果啊。啊，所以这一本
经典分量虽然不多，它的意思无穷无尽。啊，诸位将来果然有其如的一天，你就明了了。啊，一切经论，字字句句都圆融一切经论。啊，确实是华严经上讲的一解释多，多解释一，一多不二。啊，决定不可以说十善业道经浅，啊，大方广佛华严经大，十善是深，没有深浅，没有大小，平等平等。啊，你能入这个境界呢，那真的你就能善能觉了。啊，这个境界是华严无障碍的境界。啊，华严经最后一品普贤菩萨行愿品。啊，中国人喜欢简单呢。这个品题具足翻译，啊，在四十华严的经题上有。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啊，入不思议解脱境界，不思议解脱境界，清凉跟我们讲的四法界，啊，四种。啊，第一种是四，啊，四相四法界。第二种是理法界，第三种是理事法界，第四种是事事法界。这四法界通通是没有障碍的，事无碍，理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这你就其如华严境界了。这个境界什么人呢？圆教初住菩萨。啊，我们一般讲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啊，就是入这个四无碍法界了。如果这四桩事情摆在面前还有障碍，你的无明没破。啊，你还是住在六道轮回里头，六道没突破。啊，纵然六道突破，你有相当功夫了。四好像没有障碍了，离也没有障碍了，离四也没有障碍了，四四有障碍。这个境界是，这个境界是四圣法界。啊，声闻缘觉菩萨十法界里面的佛，啊，他们四与四还是有障碍。啊，必须再一次的突破，超越这个十法界，啊，入一真法界了。那四事就无碍啊。那么再告诉诸位，这是四十啊。一真法界跟十法界无二无别啊，决定不是两个法界，是一法界，一真法界。啊，它是圆融，它是平等的，它是清净的。啊，我们今天为什么见不到呢？
是因为有妄想分别执着，所以见不到啊。妄想分别执着淡一分，就与一真法界，就是四无碍法界接近了一分。果然把对事出事法一切执着放下了，连执着的念头都没有了。你就不再搞六道轮回了，六道轮回就断了。如果再进一步，对于事出世间法，连分别的念头都没有了，你就离开十法界了。这个就是圆初住的地位破一品无明等一分法身无明是妄想，妄想没有断，但是非常淡薄了粗重的妄想完全没有了，还有微细的妄想那已经不爱思了，不爱六道的思，不爱十法界思，所以四思无碍这是讲境界。境界跟法界有差别，法界是从四相上讲的这本书这是法它有界限，这是法界。境界呢没有界限法界有大小有界限，境界没有境界属于精神的法界是属于形象的法界境观不同境界是通的，毫无障碍你就晓得所有一切障碍都是我们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非常非常冤枉我们学佛要想成就，你要是天天还起心动念这个是那个非，你这一生没指望了《坛经》里面讲得好，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故你看六祖教生会，六祖说我只见自己过，没有见别人过，这是他教导我们他是怎么修成功的又明显告诉我说他非我不非换一句话说，他有是非，我没有是非这是真正修行人成就的秘诀。他怎么成就的？为什么那么快速成就我们为什么不能成就求学求道没有两样第一个要靠善根过去生中的善根不具足，那就难了。第二个
要靠圣愿，殊胜的法缘，那就是遇到真正的善知识。啊，自己欢喜接受，啊，对善知识的教诲决定没有怀疑，依教奉行，这才行啊！啊，亲近善知识，你看看，这个《华严经》五十三参。文殊菩萨章，最后菩萨教诫善财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去亲近善知识，非常重要啊！这我们都讲过啊，我讲过好几遍了。最近在香港讲四十华严也讲过，好像你们有光碟也出来了啊。没有良好的求学态度，纵然遇到真善知识也当面错过啊，那就非常可惜了。所以两个条件必须具足，善根善缘啊。那么在一般讲，这是过去我求学，李老师常讲，四十以上学东西就难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为什么呢？四十年这么长的时间，在这个社会大染缸里头，已经被严重污染了。啊，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成见都很深，不容易啊，真难啊！啊，但是不是说没有了，少了啊！四十岁以上开始学成就的人太少了啊！最好修学的这个时候在哪？二十岁前后，这是最好的年龄啊！真正遇到善缘的话，没有一个不成就的。啊，那么四十岁之前，三十到四十，那要发奋啊，困学而成呐。啊，四十之后是难，不能说没有。啊，那我们现在看到河南开封的史居士，啊，这四十以上了，他行，他能成功。啊，他怎么能成功？他真的放下外缘啊，一心向道啊！啊，废寝忘食啊，吃饭睡觉都忘掉了，这样专心干，你行啊？他到了这来找我。啊，一定要我给他剃肚子出家，我搞得我没办法了。啊，我最后讲了，那我出家有个条件。他问我什么条件？你在一年当中把《无量寿经》讲十遍。啊，这个月初他打个电话给我，他已经讲了五遍了。他说，在今年年底呀，十遍一定可以完成。真发奋呐，真干呐，拼命的干呐，这些。
啊，所以四舍以上，我给我们自己同学定的这个七门功课，加上100篇古文呢，这个8样东西啊，四舍以上不可能，很难做到的。啊，四舍以上还能做到，这叫凤毛麟角。啊，年岁大的同学，这七门东西呢，希望能够有1门2门，他一生都受用不尽。啊，不必学这么多，这是根基基础啊。40岁以上，我们不要再搞什么基础了，往生四大。要发心呢，做护法。啊，不发心，搞弘法，护法。啊，40岁以上护法。我常讲啊，护法功德比弘法大。啊，弘法的人常有，护法的人不常有。啊。如果没有真正护法的菩萨，我们发心弘法，没有机会给你弘扬，没有人愿意去请你讲经。啊，你不要看到现在好像许许多多地方，马来西亚好多道场，哦，都欢迎你们去讲经说法，请你们去。啊，是，啊，搞得很热闹。你要是我到那去常住，来跟你讲话，跟你说话，你看看人答应不答应？啊，是做客也欢迎，啊，把我们这个道场热闹一下。啊，真的常住在这个地方，那人家要慎重考虑了。不见得欢迎你。啊，这是我一生当中的经验。啊，交情再好，请我去，啊，热心请我去讲经，啊，到他们庙里去长期弘法，讲了3个月就请我走路了。啊，这是。以前香港的慧仁法师，我年轻时候在一块，真是好朋友啊！啊，讲了3个月之后，非常欢迎呐，我去啊！啊，热心的护持，3个月之后啊，有挑拨的，有建立的，啊，有人跟慧仁法师说。哎，净空法师这不行啊！你看看那个信徒对他，都比你好，对他好啊，啊，对他恭敬，他会讲，你不会讲啊，这麻烦大了。这一听是挑拨是非，就来找我麻烦。啊，他怎么叫我走了？他当时热心请我来的，不好意思叫我走。啊，对我有个要求，说我在台中。10年所学的必须在3个月当中把它教会。哎，如果教不会呢，那当然你就得走路。换句话，教会了我要走路，教不会也要走路，我就赶快走路好了。不容易啊。啊，我们从前在李老师会下了，老师常常告诉我们啊，哎，你学会讲经讲得不好。没关系，你也许还有地方可以住。你如果讲得好，讲得大家欢迎，你就走投无路。啊，这都老师传的。啊，所以我在逼着走投无路的时候，遇到韩馆长。啊，他们一家人。啊，
他的先生儿女一起同心同力发心护持啊，租地方借地方啊，借别人的朋友的办公室啊，他认识人多啊，交际广啊，租房子。我们讲经那个时候在台湾30年没有中断的，天天讲啊，这个要讲台上千锤百炼的你才能成就啊，哪有那么容易。所以护法功德不可思议啊，我们要知恩报恩啊。啊，今天1号啊，5号是他往生4周年纪念啊，本来这个每一年纪念呢都在居士林举行，今年居士林因为施工啊，他有工程啊，不方便啊，我们纪念他都是打一个佛七啊，佛七圆满的这一天我们有一个追悼会啊，纪念他。所以今年的纪念会呢在澳洲啊，那我们有几个人3号到澳洲去参加这个纪念会啊，所以我们自己一定要多想一想啊，弘法这条路子不能走，决定走护法啊，帮助这些年轻人，成就年轻人无量无边功德，他们的成就就是我们的成就啊。所以你们同学学会之后在台上讲的让听众点头满意了，我马上就退出护法，全心全力护持大家啊，弘护是一体。